好，继续来看到的是2014年全球采购伙伴大会，今天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登场，邀请了来自63个国家630位买主来台采购，也创下历年来买主数量最高，商机可望上看50亿美元。2014年全球采购伙伴大会27号南港登场，一早已经有不少国外买主排队等候面谈。今年邀请63个国家630位买主，为历年最多，产业囊括11住行，其中的机械设备和电子资通讯最受国际买主关注。I'm registered in the machinery industry. That is the business I'm into.Steel and steel machineries, and then I think green energy should be good. It is something, a new industry coming up. I think it's a good event, and it's important for Taiwan, and it's important for us also to find some good suppliers for our business.看好全球景气，今年光是机械及工具机就有229家买主，占所有采购项目的23%，也吸引不少国外大厂参与，包括美国知名连锁超市 Walmart、 日本知名卫浴品牌 Total 集团、美国最大的零售连锁书店 Barnes and Noble、 越南最大 ICT 集团 CMC 等，以及台湾大厂台中金机、创建资讯、友达光电等，将安排近2000家业者与买主进行超过10000次的面谈。那今年我们大概要办10000多场1:1的面谈，我的目标希望今年能够突破50亿美金。今年在新兴市场的部分，也有14个国家49家买主来台，以非洲加纳最多。为期2天的全球采购伙伴大会，外贸协会估计花台币1元的成本，就能创造122美元的商机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慧模、李晶晶，台湾台北报道。